啊，严炳涛单杆已经拿到了57分了。哎，他这边和赵欣彤那边是两个相反的结局，那边是1-3，这边呢马上要到3-1。好，这个要砸球堆了。粉球左边进，哎呀，想着去带，没想着去 K 呀。65分还没打死，还有进攻的机会，这一杆可以攻，因为进不了也没有关系。好球，非常准。哎，这一颗应该是没有，但是这一颗有没有啊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啊，实在不行呢，就这样走，这样走。双脚啊，一个中带，一个底带。这边不知道有没有，刚才严明他在看，我们看不出来有没有。但是他一直还在盯，估计是有了。他有的话，他就走这条线。好，还是按照之前的想法来了，双脚。带球可以。已经超分了，已经超分了。台面还有67。好，土豆哥继续上，100%继续上。这颗球是顶了还是中带有没有下？哦，他再来看一下，应该是有。有的话就这样回来就好。那这一打右边的那颗也有了，这一颗也有了。低杆右塞，嗯，打高杆，然后应该是左中带都可以打，还是低杆，塞出来。16。带闪最后一颗。好，看看粉球点有没有被占啊？如果粉球点被占的话，粉球放在篮球点就没有问题。但是两颗球如果没占的话，还可能会贴。现在我们看不到点，选黑球。粉球点应该是在这上方，应该是在这儿。还是要绕回来交黑，不浪费每一颗啊！这几个打得非常的漂亮。
好了，这一刻要看看母球需要的位置，因为这一杆即刻要开始做球。刚才为什么土豆要一直这样去拼了命的去叫黑球呢？因为只需要做一杆，它就可以领先一分。大家看看分数，刚才严炳涛领先70分，台面是68分，67分，那么只需要一杆呢，刚刚超一分，因此土豆没有浪费任何一颗黑球。好球，这个点或者扎，那扎杆。哎，严彬他居然翻进，哈哈，勾进去。再做你一杆，你看你投不投降？土豆愤怒地离开了赛场。